但我感觉那种那个只是短臂的那个爆炸那个爆刷流的，哎，没有三上的厉害，就太不稳定，就很容易被暴毙。两个巨石短臂确实有说法，但是，哎，算了，我这把再玩一下，好吧，再玩一下，别急别急，这把。炮车不能溜，OK。这个 E 伤害好高啊！这也太高了吧，哥们儿！哇，天哪！像这个就是猛将对线，说白。怕宝贝，到底后面有几个人让你这么装逼？哎呦，呆逼，弄死你！我们球丢好一点啊！来，帮你上个课。哎，那双举世点臂感觉不如直接出这个吧。啊，算了，我这样，伤害是高啊，但是你那个进阶时机出来的时间会慢一点啊。难道一个进十级不如两把那个就是短臂吗？应该没有。完了。就说这个玩法飞机，太容易被针对了。伤害是很高，那能别装了吗？好，弄死你！哦，不行，你有闪为什么不开这玩意儿了？弄他！
妈，我说 no， 不是你死。哎呀，又不去守啊！ 哦，这个莉莉娅是人，我真的，我怎么赢不了啊？ 难道就不能让着玩吗？这个遇到队友好像我一次不能死，当比赛打吗？要？哎，这么累吗？ 这种发条都能赢，我真的，哎，确实怪我没有C他们。